听说有个便利商店，然后他因为现在实名制，大家必须扫 QR code， 因为有人扫了那个，有人扫了那个 QR code， 那他就跑到我的直播里面，只有今天限定，冰冰姐泡汤，第一次，不能没看拍算。那口罩哈，在放开跟戴上的同时哈，里面跟外面都不要摸到，就是摸这两个耳朵，然后再戴上去，然后不一定要等到一天哈，这时候这边开门哈。我想跟大家报告的是，还有跟那位开玩笑的小朋友，到底是谁哈？听说有个便利商店，然后他因为现在实名制，大家必须扫 QR code。那现在哇，这个视频啊满天飞哦，现在疫情那么严重，不要开玩笑，真的不要开玩笑，因为有人扫了那个 QR code， 那他就跑到我的直播里面，只有今天限定，冰冰姐泡汤，第一次，不能没看拍算，我在泡汤，就冰冰姐泡汤。变成冰冰姐泡汤，我不是怕人家看到我的身材，不一定那么怕瘦，也是不错的啊。但是现在因为是很严重的疫情时刻，大家急着要去买东西，急着要去扫描，然后证明自己身份，然后却不断跑出来我在泡汤的影片，因为真的是扫描的人也会吓到，那也会觉得这是什么鬼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开玩笑，不是我，完全不是我，不知道这到底是哪一家便利商店哈？那是哪一位店长还是哪一位年轻人呢？现在听到了冰冰姐说话，或者你们那个店你们知道的人，不要就摆着，赶快把它拿掉哦，不要拿掉，不要开这种玩笑了，不好的啊，不好的。你看我吃饭都拿来这里，虽然是全家人吃饭哈。我还是把菜戴着口罩取菜取来这里才吃，我们就是把防疫做到滴水不漏。那我们都大家都那么认真了，现在有缺乏疫苗哦，所以大家真的要保重哦，然后知道是哪一家或者那个 QR code 网友是说恶作剧啦，但我没有这么样想，他我是觉得说啊，年轻人可能觉得这样好玩哦，但疫情的时候不好玩，真的不好玩，赶快拿掉，赶快拿掉啊，很乖啊，爱你爱你哦，好。